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战争史纵深剖析世界历史上的军事演变》节目，主要内容包括：一、潜伏的狼群——大西洋潜艇战的暗流涌动；二、火焰与冰霜——斯大林格勒战役的殊死较量；三、天空之剑——二战空中战役的制空权争夺。那么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潜伏的狼群。 大西洋潜艇战的暗流涌动。当然，让我们潜入历史的深海，探索那些在大西洋水下悄悄游弋的狼群。不是真正的狼，而是二战期间德国海军的潜艇。这些潜艇，或者说 u b o o t 是纳粹德国海军的尖牙利爪。他们在大西洋中悄无声息地猎杀盟军的船只，就像狼群在夜色中悄悄跟踪猎物一样。首先，我们得了解一下这些海底狼群的首领——卡尔多尼茨。 这位德国海军上将不仅是个战术天才，还是个不折不扣的狼群饲养专家。他发明了所谓的狼群战术，这是一种群体狩猎策略，让多艘潜艇协同作战，对盟军的船队进行集体攻击。想象一下，你是个无辜的货船船长，正带着满载物资穿越大西洋，突然海面下涌现出一群潜艇，就像鲨鱼发现了美味的金枪鱼一样，你的船只就成了他们的午餐。但是，这场潜艇战并不总是德国的游戏。 盟军并非坐以待毙的羔羊，他们也有自己的猎手。随着战争的发展，盟军开始发展反潜战术，比如改进的声呐技术、深水炸弹、飞机巡逻等。这就像在水下的猫鼠游戏，双方都在暗流中寻找对方的弱点。有趣的是，这场潜艇战还催生了一些意想不到的副产品，比如盟军为了迷惑德国的狼群，竟然制造了一种名为“魔术师”的假船队。这些由气球制成的假船只看起来在雷达上和真船一模一样。 足以让那些饥饿的德国潜艇上当受骗。最终，这场潜伏的狼群游戏在盟军的技术和策略面前逐渐失去了优势。到了一九四三年，盟军已经完全掌握了大西洋的控制权，德国的潜艇损失惨重，多尼茨的狼群被迫退回了他们的巢穴。所以，下次当你在大西洋上乘船旅行时，不妨想象一下，曾经在你脚下的深海中，有一群狡猾的海底狼群在暗流中悄悄游弋，而在水面上是一群坚定的猎人在不懈追踪。 这就是历史的魅力，总是能在最意想不到的地方讲述最引人入胜的故事。谢谢小六子的介绍，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火焰与冰霜》斯大林格勒战役的殊死较量。当然，让我们来聊聊历史上最激烈的城市战之一——斯大林格勒战役。这场战役就像是一场史诗级的拳击赛，只不过拳手们不是在擂台上，而是在被炸弹炸的面目全非的城市街道上，用枪炮和手榴弹互相对拳。首先， 我们得设定一下背景，斯大林格勒战役发生在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三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东线上的一个转折点。这场战役的双方是纳粹德国和苏联，而斯大林格勒（现在的伏尔加格勒）则是他们争夺的奖杯。德国想要这座城市，因为它是苏联的交通枢纽，同时也是对苏联工业和士气的一次重大打击。而苏联显然不想把自家的东西让给别人。现在，让我们来谈谈火焰和冰霜。 斯大林格勒战役的火焰不仅仅是比喻，这座城市真的被炸成了火海。德国空军的轰炸几乎把整个城市夷为平地。而冰霜呢？那是因为战役持续到了苏联的冬天，而苏联的冬天，哦，那可不是开玩笑的。我们谈论的是那种冻得连思想都要结冰的寒冷。战役中的士兵们不得不在这种极端条件下战斗。他们在废墟中挖掘防线，在地下室里打地道战，在工厂的废墟中争夺每一寸土地。 这场战役是如此的残酷，以至于有时候士兵们在几米之内互相射击，甚至用刺刀和拳头来解决争端。而幽默呢？嗯，幽默可能是在战争的泥潭中保持理智的一种方式。据说，斯大林格勒的士兵们有时会用黑色幽默来对抗战争的恐怖。比如，有个笑话是这样的：一个德国士兵问一个苏联士兵，你们为什么在这里？苏联士兵回答说，我们在等公交车。德国士兵疑惑地问，公交车？ 这里有公交车吗？苏联士兵回答：“当然没有，但这是唯一一个我们还能站着的地方。”最终，斯大林格勒战役以苏联的胜利告终，德国第六军被包围并迫降。这场战役不仅仅是一场军事胜利，它还成为了苏联人民抵抗侵略者的象征，一个关于火焰与冰霜、勇气与牺牲的传奇故事。而对于德国来说，这是一场灾难，标志着他们在东线的攻势的终结。所以，斯大林格勒战役不仅仅是一场战斗。 它是关于人类极限的一次考验，是关于在最艰苦的条件下，人们如何坚持信念和幽默感的故事。谢谢小六子的介绍，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天空之剑》，二战空中战役的制空权争夺。各位同学、历史爱好者以及天空战斗的粉丝们，今天我们要聊的是那个让人心跳加速、引擎轰鸣的时代——二战时期的空中战役。这不仅仅是一场战争，这是一场高空的芭蕾，是一场天空的剑舞，是一场关于制空权的豪赌。 首先，我们得明白一个概念，制空权。这不是说你在天上挂个牌子，写上此处为我所有，而是指在一定时间和空间内，对敌方飞行器能施加有效控制的能力。简单来说，就是谁能在天上随心所欲的飞，谁就是那片天空的老大。在二战中，制空权的争夺可以说是战争的一个缩影。各方都知道，谁如果在天上占了上风，谁就能大大提高地面部队的生存率，还能给敌人来上一些天降横祸。 让我们先来说说英国皇家空军 R F 和德国空军 Luftwaffe、er、之间的那场著名的不列颠之战。这场战役中，英国人展示了他们的硬气，用他们的飓风和喷火战斗机与德国的斯图卡俯冲轰炸机和梅塞施密特战斗机进行了一场空中的对决。德国人想要一举摧毁英国的空军，结果却发现英国人的雷达系统比他们想象的要先进的多。这就像是你想偷袭你的邻居。 结果发现他家的监控系统比你家的电视还要高清。再来看看太平洋战场，美国海军和日本海军之间的争夺就更加激烈了。在珍珠港事件后，美国人可是铁了心要在天空上找回场子。到了中途岛战役，美国人凭借情报优势和一点点运气，好吧，可能不止一点点，成功的给了日本海军一个惊喜。这场战役不仅仅是飞机在天上打来打去，更是智慧和勇气的较量。 美国人的大黄蜂航空母舰和野猫战斗机在这场战役中成了真正的天空之剑。最后，我们不能不提东线的苏德空战。苏联的伊尔二攻击机和雅克系列战斗机与德国的福克狼和英式战斗机之间的较量，那可是一场真正的肉搏战。苏联飞行员们在极其恶劣的天气和条件下展现了他们的坚韧和勇敢。他们的战斗机可能不是最先进的。 但他们的毅力和牺牲精神却让所有的金属和火药都黯然失色。在这些天空之间的舞蹈中，我们看到了技术的进步、战术的演变，还有那些飞行员们的英勇和牺牲。他们的故事就像天空中最亮的星星，永远照亮着历史的长河。而制空权的争夺就像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棋局，每一步都关乎着战争的胜负。所以，下次当你抬头看到蓝天，想想那些在数十年前为了天空的自由而战斗的勇士们。 他们或许不再飞翔，但他们的故事和精神将永远在我们心中翱翔。各位观众，今天我们聊了三个二战中的经典战役：大西洋潜艇战、斯大林格勒战役和空中战役。这些故事不仅仅是关于战争的，更是关于人类的勇气、智慧和幽默感。在大西洋潜艇战中，德国的狼群在大西洋中悄无声息地猎杀盟军的船只，但是盟军发展了反潜战术。 最终获得了胜利。斯大林格勒战役中，士兵们在城市废墟中进行了殊死搏斗，他们不仅要面对敌人的炮火，还要忍受严寒的冬天。但他们的勇气和幽默让他们坚持下来，最终赢得了胜利。在空中战役中，各方为了争夺制空权展开了激烈的战斗。无论是英国的皇家空军、美国海军，还是苏联空军，他们都展现了无比的勇气和智慧。 这些战役和故事告诉我们，历史充满了战争的痛苦，但也有人类坚持信念和幽默感的力量。那些在战争中生活和战斗的人们，无论是水下、城市街道还是高空中，他们都是历史的英雄，值得我们永远铭记。那么，各位观众，你们有什么样的想法呢？对于这些战役和故事，你们有什么疑问或者观点想要分享吗？让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编纂、设计、制作。但是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谢谢大家收看，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给我们节目点赞。